翡翠象征着贵族、纯洁和吉祥，是东方文化中备受珍视的宝石材料。这块翡翠素衣观音，选用上等的翡翠材料，清澈透明，犹如冰块透亮，散发出迷人的光芒。翡翠的质感平滑凉爽，触感舒适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要触摸一下，感受它那独特的魅力。素衣观音是观音菩萨的一种形象，穿着简洁清雅，用素净的服饰表达了菩萨高洁的品格和超凡脱俗的境界。这块翡翠素衣观音的雕刻细节极为精细，菩萨佛像面庞庄严肃穆，眉间微妙的慈悲之容，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受到心灵的平静与安宁。衣褶的雕刻间距均匀而流畅，细腻的凹凸感让观音的衣裳仿佛真实而柔软，给人也温暖和宽慰。这块翡翠素衣观音的设计灵感源自佛教文化，融入了东方哲学的深刻内涵，它象征着智慧和慈悲，以及对世界的关爱和呵护。每当人们在清晨或黄昏时刻凝视这块翡翠素衣观音，不禁会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宁静。它同时也是一个美丽的装饰品，能够为家居增添一抹浓郁的文化氛围，将自然和人工的和谐融于一体。这块翡翠素衣观音是一件独特而珍贵的艺术品，它具有无尽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。无论是作为一件收藏品，还是送给亲友，它都能够传达出对受赠者的美好祝福，为他们带来好运和幸福。让我们珍视这块翡翠素衣观音，感受它那古老而神秘的力量，继续传承和弘扬东方文化的魅力。